的各个东西啊，上次听了麦块小生建议，然后我换了一下，还没盖完。但是今天主题不是这个，这个我等等再弄。影片结尾我再来，你们再来看我慢慢弄吧。好，然后今天我现在有三个订阅者，第三个不知道是谁订的，所以我要想一下狐狸到底要怎么盖。我今天要盖一个巨大狐狸屋。不盖狐狸屋好了，我打算换一个好了。我要盖，这次我不盖这个了，我觉得难度有点高，所以我决定盖 Switch 主机。可是要挖地板，可是这是超平坦世界，但所以挖下去的话就这样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我有点烦恼。可是后来想说，只当展示使用，就是拿来展示的。玩平常的生存的玩家，我建议你挖深一点，拜托，我建议你挖深一点。我想要弄字幕啦，但是我真的不会弄。这是现在大概这样一个坑。但其实这个坑不够大，然后我还需要一个材料叫石英块，当做什么瓷砖。我要把基岩给挖了，不然真的没位置。因为我这是超平坦世界，这个只当展示使用。先给大家大概看一下小块的长什么样子，都是大概这样。就是大概会长这样，就是这样，但这不可能就这样当做个小家啦，对吧？好，因此我们要来加大，它是一个长方形的萤幕，所以我们要无止境的挖跟挖，因为我不会。有谁会教我一下？就是我不会剪辑，我不知道怎么剪。当然，我也想马上把这些东西弄掉。对，因为要做一个巨大基地。所以，我可能会一段时间是没有声音的，这是正常的，因为我挖得非常专注。对，接下来就是无止境的挖跟挖了。对，所以我都不动了，算了，都补一补。这些都挖一挖，这样。这个当我们的 base， 然后我觉得。为了挖到不必要的方块，我就不用字幕好了，我就不要用字幕。好，那就去挖了。那我可能会暂时没声音哦，有没有麦克风这个东西，所以就只有这样的音量。我要鼻子好痒。这个之后再改，我再说一遍哦，有耐心看完这个影片的观众，我给你们个巨大的赞，好不好？因为真的很难盖，还要挖。其实最盖弄最蠢不是盖，而是挖。对我来讲，尤其是我们这种平板类型的，更辛苦。
我真的有点受不了哎、欸。说真的，我知道摩羯座很没耐心，但狮子座我不知道。好吧，我觉得狮子座非常的没耐心，而且是急性子。这个影片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这个，因为我用的是一个 app， 应该会自动把我分成两段、三段的。唉，这个好像有点小，以这个来说有点小。再盖大一点，看盖多少。完蛋，这么大哎、欸，也很大的空间。我之前随便开一个东西嘛，麦块，然后那里面说什么？五个连在一起的神怪传，很扯啊！把它挖掉了，我擦，带回去。很好。我现在就希望更多人可以订阅我了。我真的只有三个人订阅而已。我的目标是先十个人订阅，然后现在外面有人吵，不好意思，感觉是隔壁人家。哦不是这里的，这里的人有点吵，所以，然后那个就先这样，对，可能会录到别人的声音。我在同学家，呵呵呵，我在同学家，盖，所以希望不要有同学家的声音，谢谢。应该是他们家的味道，他说他们家的味道。所以现在听到应该是我的声音，还有他们爸爸听到的声音。我会想在这里录影片，这里环境非常好，很适合拍影片。好，关下来。哦哟，掉进坑里就死定。喏、哦，先这样吧。我真的没耐心。嗯。我觉得有点，这里，好，先盖到这里喽，下一集我们继续，拜拜。